海军陆战队历年来很重视格斗术的训练，因为它不仅可用来直接提高队员们的战斗力及生存能力，还可由此来磨练队员们的意志和增强他们的心理素质。目前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及侦察部队中，进行格斗训练时同时穿插进行散打训练，以及更加接近实际搏击的需要。以前期袭击敌人裆部要害，随即以砍掌击其后部，当敌人倒地时迅速以跃步勾拳重击其头部，请看详细示范。直拳攻击敌人头部，随即双手配合捏压其手臂将其擒获，请看详细示范。前期袭击敌人腹裆要害，随即以前锁颈制敌，请看详细示范。自敌人后方抱腿顶摔，在敌人倒地时以扭颈将其制服，请看详细示范。
敌人的拳法，随即抓腕，向侧方猛力扭卷，将敌人擒获在手。请看详细示范。随即抱腿顶摔，在敌人倒地之时，以上部勾拳击其头部。请看详细示范。防御敌人的拳法，随即踢裆斜臂将其制服。请看详细示范。抓敌人的劈拳，随即双手配合，反关节将其制服。请看详细示范。
敌人攻来之腿，以钩踢摔将其摔倒在地，随即用腿法重创其薄弱部位。请看详细示范。敌人的来拳，随即以勾拳斜臂将其制服。请看详细示范。特种部队相当注重格斗技术的训练，并以此来增强队员们的毅力、耐力、心理素质和逆境求存的能力与格斗技术。早期的格斗训练以欧式摔跤与拳击为主，二战后开始学习与吸收来自日本的柔道和空手道中的格斗精华。英国的特种部队已形成一种立体式、综合性、多方位的格斗舞步，以左边踢进攻，随即以手刀重创其后脑部位。请看详细示范。
拳勾拳进攻，随即以冲膝、重创膝、腹当要害，请看详细示范。正蹬转身后踢进攻，随即以扫踢重创膝下盘，请看详细示范。敌人以正蹬攻来时，可用接腿摔法破之，请看详细示范。右侧踢突破防线，随即以冲膝、手刀重创敌人后脑和喉部，请看详细示范。
挡防御敌人的前期，随即以冲击反击，在其倒地时可给予重创。请看详细示范。而闻名天下，泰拳以无可争辩的事实确立了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王者地位。泰拳自创立之初便以实战为目的，且始终服务于军队。由于军队与擂台的性质截然不同，所以军队中流传的泰拳在技术上要更全面、更实用、更凶狠。防御敌人的扫踢，随即以平肘冲击反击。请看详细示范。防御，随即以杂肘、反肘连续进攻，请看详细示范。
环扫踢进攻，随即以转身后踢重创敌人。请看详细示范。蹬踢阻击敌人的拦拳，随即以腾空砸肘重创敌人。请看详细示范。腿击，随即以腾空冲击重创敌人。请看详细示范。环冲击进攻，请看详细示范。
拳道是韩国军队中的主要训练科目。韩国军内流行的跆拳道是一种相当凶狠的踢、打、摔、拿、锁俱可运用的实用格斗技艺。奥运会中的比赛相对来说是一种技术相当单调的表演化拳道，而军队内所流行的格斗跆拳道则是一种赤裸裸的以暴制暴、以杀制杀的生死格斗术，以横踢进攻，随即以后踢重创敌人。请看详细示范。当敌人攻来时，可用劈踢重创其中下盘。请看详细示范。当敌人以腿法攻来时，可用侧闪横踢破解。请看详细示范。当敌人以横踢攻来时，可用后踢迎击。请看详细示范。Thank you.
当敌人以腿法攻来时，可用交换步避开，随即以腿法反击。请看详细示范。闪前脚侧踢化解敌人的攻势，请看详细示范。刺激化解敌人的攻势，请看详细示范。自后拦腰抱住时，可用双手自下拉其单腿，臀部后坐将其摔倒，随即顺势踩踏其裆部，请看详细示范。
桑搏是一种以摔拿为主、以踢打为辅的综合性格斗术。二战期间，桑搏已全面地接受了战争的考验与洗礼。战争是残酷的，也是现实的，许多花招都被无情淘汰掉，许多看来不道理的打法却因为在千钧一发之际能大显功效，反而成为桑搏技术的主流。格挡敌人的上勾拳，手法配合击打击头部，随即左手自底臂下方抓握自己右手腕，将敌方攻击手臂擒拿，即看详细示范。抓敌方的直拳，随即左手在敌臂下方抓握自己右手腕，双手合力腕引，将敌方攻击手臂擒拿在手，请看详细示范。防御敌方的来拳，随即双手合力外扳，将敌腕关节制服，请看详细示范。破解敌方攻来之腿，
随即以十字固腿，将敌方膝关节擒锁。细看详细示范。敌方攻来之正蹬，向侧方涮涮，双手配合将其踝关节擒锁，请看详细示范。化解敌方打来之拳，双手配合将其颈部紧锁，请看详细示范。Thank you.
顶摔将敌摔倒，随即踩踏击裆部，并将其膝关节擒锁。请看详细示范。自后拦腰抱肚时，用后圈肘击其头部，以双抱腿将其摔倒，再以侧踢重创其中下盘。请看详细示范。突击队主要练习攻击力相当强劲的格斗空手道，空手道注重直接击打的简洁攻击技术，通常是以打碎多少块木块或劈碎多少块砖来测量他们的破坏力和攻击力，其杀伤力相当惊人。格挡敌方攻来之腿，随即以右正拳击其腹裆要害。请看详细示范。敌方攻来之拳，以反手刀击其头颈部位，随即以别臂将敌擒拿。请看详细示范。
下断十字格挡敌方攻来之腿，随即双冲拳反击。请看详细示范。断十字格挡敌方攻来之拳，随即以前踢鞭锤反击，请看详细示范。闪化解敌方攻来之腿，随即以侧踢手刀反击，请看详细示范。格挡化解敌方之攻势，随即顶肘反击，请看详细示范。特种作战部队所练习的是他们本民族所特有的格斗击击术，法国踢击术。法国的特种部队在苦练本国拳术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诸多东方武艺的精华及欧洲摔跤中的一些技法。近年来，法军特种部队又加强了对泰国拳的研修。泰国拳虽是一种单纯的擂台格斗技，但是它的凶狠及实用性却是不容忽视的。正蹬化解敌方攻势，
随即以卷腕砸肘反击。请看详细示范。化解敌方攻势，随即以左右扫踢反击。请看详细示范。开敌方攻势，以顶肘反击，随即转身剪腿，将其膝关节擒锁。请看详细示范。对我方施以前锁劲，我亦勾拳猛击其裆部，随即以抱腿顶摔将其摔倒，顺势以反肘重创其中上盘。请看详细示范。
住对方攻来之扫踢，随即踢其支撑腿，将其摔倒，顺势踏踩敌方裆部。请看详细示范。以色列特种部队的格斗训练基本上是以本民族的武术为主，由于以色列本民族的武术基本上是一种以短打为主的武道，所以他们借柔道来弥补自己在地面格斗场的缺陷，借空手道来弥补自己在长距离格斗场的能力。格挡化解敌方攻来之拳，随即以攀进平肘反击。请看详细示范。化解敌方之攻势，随即配合手法以前锁颈摔将敌摔倒。请看详细示范。方攻来之正蹬，随即侧涮，趁敌失去平衡之机，以后踢重创其中上盘。请看详细示范。
开敌方攻来之腿，自背后抱腿顶摔，随即扭劲将敌制服。请看详细示范。海军陆战队的训练极为严酷，无论任何人员都要先接受一个历经11周的地狱训练，能通过该项训练者再分入各海军陆战队进行更专业的训练。关于格斗项目的训练，他们在地狱周期间即按通用教材去训练一些基础内容，这些通用教材是根据空手道与柔道编写的，等分到各专业部队后再去进行更为专业的训练。这期间他们将接受空手道、中国咏春拳、拳击、柔道等训练，以前脚侧踢进攻，随即施以半摔，趁其倒地之机以腿法重创。请看详细示范。化解敌方攻势，随即以右前踢平肘反击。请看详细示范。
胆化解敌方攻势，随即以手法配合别力，以反关节将敌制服。请看详细示范。前脚勾踢进攻，随即以前脚侧踢重创敌人。请看详细示范。右蹬进攻，随即以右侧踢重创敌人。请看详细示范。敌方来拳，随即以错肘绝腕制敌。请看详细示范。Thank you.
量化解敌方来拳，随即左手抓握自己右手腕，双手合力外扳，以反关节将敌制服。请看详细示范。直拳侧踢配合进攻，随即以翻背拳将敌制服。请看详细示范。Thank you.